第二位啊，再跟斗云啦，佢哋都成功游咗上去啦。第四位嘅美丽之选出面，第二位紫色心都系仲有啲自信心之选啦。咁啊，再话五号红上场系5,691蚊，单天牌嘅1,197蚊，或者飘二达五派1,935蚊，二达六派53个半，五达六派438蚊。赛事时间1分39秒94啊！ 都仲系咁准啦，第五场跑马啦，跟斗云第19次上阵，几靓嘅跑马，跑埋呢场上2班添啊！开头都觉得哇，3班够唔够啊？越赢越劲，同埋个跑法系真系机动啲，变咗冇出马跟前啲我都唔怕。 不過你電子傳奇嗰陣點去打啫？佢贏都俾只中成區埋，跟住就捉，冇人㗎。有冇試過啲咩重啲講嘅4班打完捉到翻嚟都唔接嘅？我本嚟打捉到馬啦，咁又唔會打雙位，特別慢到捉，更加慢，4班打咁啊，梗係都唔係好快。 用到你自己驾驶房嗰个优势，好似都唔识嘅把车个特色咁样，因为唔系快，即系根本佢变成快，头转咗快咗2次几，一二3段加埋就慢咗4、4几，所以而家你翻嚟就系中程区跟斗云都喺前面啫嘛，就慢。 你唔打票，你就咁，佢反正佢快啊，係咪？冇錯。